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的3月31号，星期二。大家好。彭博社的文章啊，一定要推给彭博社啊，这是彭博社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期呢，我们可以搁在哪这个非会员里边，因为是彭博社说的。我呢，只是给你陈述一个事实，就是彭博社说了这个，好不好？彭博社3月30号昨天的文章说，他预计啊，中国政府将开始发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就是说呢，来应对呢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公布的疫情数据呢质疑，作为一个回应。因为昨天我们也说了，英国人说了，说你这个搞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数据要乘以15到40，说是15到40倍。你想那8万多乘以15，那是多少了？对不对？那过100万了，对吧？你得乘以15到40。然后呢，反正我呢也认为，就是说这个数据肯定是有假。就是说咱们就光算这个武汉那边死的人呢，我都认为就是说我们算一算武汉这疫情期间应该呢死了三四万人，对吧？就是说你一倒呢，我觉得武汉的这个感染人数都应该在60几万，你这报8万呢，这说不过去这个数，对吧？今天美国都17万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，而且呢是什么呢？不光是这个中国政府呢，原先认为什么呢？咱们都是当政府的，对不对？我瞒你也瞒，大家一起瞒。我说8万，你说6万，大家就得了，对不对？我中国来个8万，你美国呢说个7万，西班牙呢来个6万，哎，咱就一看，哎，都差不多，咱都对不过去了。他没想到呢，这民主国家嘛，妈傻实在，没有面子。你知道吗？不怕丢人现眼，他没想到，你知道吗？那美国有多少报多少，西班牙也是。现在说是这个，好像是美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现在都超过中国了。对。然后德国呢，现在好像是六万多，是吧？6万多。说德国要是不搂着点儿，搞不好，要德国要还是这么认认真真的查下去，很有可能很快也要超过中国了。因为这不好说，估计再有半个月吧，德国搞不好也要。那今年这节奏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中国就发现坏了，我老四的地位都要不保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美国，然后意大利、西班牙，如果德国再过去，对不对？这个，然后这个中国跟伊朗互相对视了一眼。有点无奈呀，对不对？中国说这个，伊朗说，你要不你涨涨吧，你再不涨，我也要说实话了。我要说实话，美国都不够看，伊朗那边我跟你说，伊朗那边就别提了。你要明白，伊朗他们那点地儿啊，中东那点地儿啊，打来打去，他旁边啊有那种难民营，那难民营里啊，据说有几十万难民，医疗条件又差，居住的又混乱，大家又集中在一起，那地方你敢查吗？对不对？谁查哭死你，对不对？就不查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查呢，反正不管怎么着吧，最后他有80%的人肯定会自愈的，对不对？不吃药也会好的，对不对？忍一忍吧，大家，就这么个情况，对吧？所以中国一看呢，要保住自己呢，就老四的地位，对不对？不能够被逾越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政府就说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相应的，咱们调整一下这数据，对吧？但是你要调整的话呢，你要师出有名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莫名其妙突然你增加几万人上来。大家会觉得，那你怎么回事？你之前说说瞎话了，你现在不说你已经新增为零了吗？你不控制住了吗？你怎么突然又多了几万呢？中国一看怎么办呢？咱这样吧，就想，哎，我们呢要把呢原先呢我们说这个无症状感染者的数字呢也加上去，啊，就是这样说。官方啊以前报的数据8万多都是这样，都是呢被感染而且有症状的。官方呢把这些被感染但是没有症状的人就没事嘛，他是被感染，但他什么事没有，跟正常人一样啊，就排除在外了。这些我们没算。啊，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呢，他能往上加，能往上加不少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咱们这次都知道，这个无症状感染者差不多有10%到20%这么一个节奏。当然，这个数字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啊，有的人说挺多的，有人说很少。但是无论如何吧，这个其实这个事儿，说实话啊，全球第一啊，1月20号，我们拿到这个中国卫健委这个材料，我们是第一个爆出来这个，就是说有很多无症状但是能传染别人的人存在啊。那这些人按理说不应该排除在外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这一次的传染来讲啊，美国这边调查说超过80%的人都是被无症状的人传染的，因为有了症状之后他自己也知道了，他自己也小心了，别人也小心了。都是那种的，就看起来特别好，跟正常人一样健康极了的，但是呢，他被感染了，无症状，都是被这帮人害的，你知道吗？恨死他们了啊！然后呢，中国呢还没把这帮人呢算进来，这帮人呢数目来讲呢不少。那这么做呢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呢，中国政府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，相应的呢去调整这个数字。哎，这个无症状感染到底有多少，由中国政府说了算，对吧？中国政府，哎，
看看估计估计，看美国这么多了，西班牙这么多了，我肯定不能跟美国抢老大，老大肯定是他的，他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最多，对吧？他控制的不好，他不是我，他不是我好。但是呢，我也不能太靠后，对吧？好歹呢，我觉得我得保住个老三、老四的位置，对不对？要不然的话，你们都过去了之后，显得我这数字太假，是吧？那不能让你们，对吧？所以呢，那你说他估计他要发多少出来呢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咱们到时候再说啊。再说啊，中国现在各地啊，据说仍然还有很多呢这种无症状的感染者出现啊。在甘肃和广东呢，这两天都报道了，说有解除隔离之后，不是湖北最近不解除隔离了吗？是从呢湖北咸宁市来的，对吧？是咸吧？是。那我最近特别没自信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天天说我，说的我一点自信都没有了。我也是个读书人。好吧，不管怎么着啊，说这个甘肃和广东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在这个都有呢，从这个湖北咸宁解除隔离的人呢跑过来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甘肃和广东呢被确诊了是无症状的病例，啊，那这个怎么算？你给大家交代一下，对吧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中国政府最后能释放多少，但是我觉得怎么也得比一万多吧，对吧？对，反正。你说，因为他的感染有症状的不是八万多，你说无症状的是10%，10%，不是不是，你不能拿这8万去算10%，嗯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嗯，因为8万那个数字是完全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数字，你知道吗？我说10%是感染者的10%到20%，嗯，但是他说感染了8万人，他自己不得有8万人的10%来算。那就太少了，那才多少？那得就7000-8000。嗯，我那意思是按那个真正的感染那个数，真正的、那个。他要是按照真正感染数来说无症状的话，那他这个症状的8万不也都是错的？你觉得这8万是对的吗？不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对，这都不对嘛。对, 对、啊，都不对。但是他要是用一个，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呢，他不可能拿到真实数字来说，对，所以呢，他肯定要说一个呢，他心理上能接，就他说这个数吧，嗯、跟实际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就不用去算了，嗯、你明白？他不是算的，他说的这个数呢，是不是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来说这数，而是呢根据别的国家，就是他要估计，就是说我想要一个什么位置，就是说我中国的这个数，我要到一个什么位置、嗯，然后呢，我为了这个位置呢，我来说一个数。嗯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因为真实的感染数字嘛，那就不能按那个算，嗯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它最终的那个影响它的跟中国本身没有关系，嗯，是跟西班牙、美国、意大利还有德国有关系。他要看看别人是多少，然后想想呢，我自己说多少合适？嗯，你说呢？对，但问题是这个来讲呢，我也没法帮他预计，对不对？预计不出来，真的预计不出来。我觉得看看吧，他你咱这样说，你说你觉得中国保住一个老几的地位，你觉得中国政府能够接受，就别人就不会那么质疑他了。老三哈，老三那可坏了，那可坏了。老三我看看吧，老三可能老。如果他要保老三的地位的话，我觉得他最少再往上还得再多说40000个才行。对啊，因为领奖的话，他又想上那个讲台，上那个台，好歹拿个铜牌。对啊，他又不能当第一名，他又不想下来那个台子，所以就……哎，你说这有道理。对对对，对中国来讲，其实保个老三的位置是比较好，就说得过去。嗯。那你要太低了呢，别人肯定说你这太假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弄个第三呢，你别人也不好说话，堵着你的嘴。但是呢，我又不是最糟糕的那几个，对吧？对，对，保个老三。保老三的话呀，我看啊，最起码还得再往上加40000。咱们最后看，如果最后真的加了40000的话，我的天，我这个以后我就不录视频了，我干脆去马路边支个摊儿，我就开始算卦得了，对不对？铁嘴直断，石半仙儿。哎呀，好吧，这期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